间是绝美最美的上衣，领子非常非常的美，可以看到微缩骨，再来就是它的花纹，看到了吗？它是做有点微雪纺的感觉，而且它这个是立体的，手绣的话是车丹宁哦，你看到的所有蓝色的地方都是丹宁，浅蓝色的地方是做这种薄款的小香风的材质设计，口袋是真口袋。好，所以它总共用三种材质拼接，一个是有点微雪纺的立体羽毛材质压纹的布料，再来就是牛仔的拼接，这个手绣只是做造型用的，它的弹性不会缩在你的手上。后背我觉得也很有设计感，它是做一个衬衫式的感觉，可是它在上面呢、是做了不同的修饰，我们从背后看起来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有型哦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一件衣服加分是因为它是满版的这种压纹，它是锯齿压纹，超级美的哦。上衣的部分完全 oversize SML XL 都可以穿。好，再来它的手绣我刚刚讲了，它其实就是薄长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真的这些很麻烦，你把这个反折把它弄到里面，它比较澎湃，它就可以折在上面了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布料外面是立体的，它里面是做雪纺纱的，所以呢它没有刺痒的问题。